Hello Jessica， 讀者你哋好，我係阿科樂振偉。今日咧拍攝係相當之高興嘅，因為我問咗攝影師咧一個問題，我冇 potential 啊？佢話有喎，佢好善良。因為我入行嘅時候係想做唱歌啦，或者係演戲多啲。咁然後入到去 Now TV 嘅年代，就係好似變咗做主持啦。咁啊花咗好多時間去研究我點樣做一個好啲嘅旅遊節目主持啊，又或者係一啲 live show 嘅主持。咁然後去到 View TV 嘅時候，就有個機會就去拍劇啦。咁即係呢兩年係真係開始接觸翻一啲係我自己最想做，每一個機會都係好努力去真係學咯，因為經驗唔夠。咁演戲係好需要經驗同埋磨練，咁所以就係我覺得仲有好多進步空間。其實一路以嚟，我自己覺得我同電影嘅緣分係好似爭咁啲。《逆流大叔》呢套電影就我係有份一齊拍嘅。其實導演真係我以前拍馬會嘅一啲節目識，佢就合作嘅時候覺得我呢個人咧好無聊，好好笑，或者有一啲叫做 sense of humor 係佢好中意。阿 Sunny 佢就好。即係佢係一個好好笑嘅人，好中意幽默感嘅人。咁佢嗰陣時又同我講過，傾過偈嘅時候，佢就話：啊，如果有一日我哋可以合作就好啦。佢係真係咁樣同我講過，我好記得。跟住佢依家第一套拍嘅電影，佢打翻俾我話揾我做。我覺得件事好感動，即係有一個人我哋一齊合作過喺馬會，可能拍嘅節目係比較正經啲。咁但係佢第一套可以一齊做嘅電影，佢揾翻我，即係佢記得佢講過嘅嘢。我亦都唔會介意嗰個係咩角色，我一句就應承咗，因為我覺得已經唔重要。其實演戲主持就好難選擇嚟，然後入到 Now 係真係好專心去諗點樣做好一個主持。咁同埋我係好享受，因為其中一樣我最中意做表演就係氹人笑咯。咁我自己做節目嘅時候，我都會成日諗埋啲無聊嘢啊，講埋啲無聊嘢，係因為我好期待啲人睇到會開心或者笑。咁所以呢度就有個掙扎位，因為其中一樣我最中意做表演就係氹人笑咯。咁我自己做節目嘅時候，我都會成日諗埋啲無聊嘢啊，講埋啲無聊嘢，係因為我好期待啲人睇到會開心或者笑。咁所以呢度就有個掙扎位。咁但係我亦都清楚就係做一個演員，其實好難同時做一個好嘅主持，尤其是真人 show， 因為演員係需要有一個叫做秘密啲嘅一面。咁你俾人知道太多自己，佢對你就冇下想。即係譬如阿科，你講翻笑啦，都係咁。我去做一啲可能好認真嘅角色嘅時候，個代入感就會少咗。咁所以呢個就真係要好拿捏咯，